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音乐说书人，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我想神州这个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中国、对中土的一个泛称。中国幅员广大，历史悠久。然而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，要如何来为这一块土地来祝福呢？今天慧娘和您分享的这首诗歌，就是为中国、为神州的一个祷告，叫做《念神州》。和你分享由慧娘所唱的《念神州》。滔滔江水滚滚向是的，我要向主呼喊说，我主我的神，求你怜悯神州大地，让我的同胞得听福音，心灵捆绑得着释放。神州拯救，
求